放弃挣扎。布鲁尼，太吵了。没有绿者的全能，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弱者。给我放开他们！光有信念，但无能为力。住手！只是凭着所谓的正义感与善念，可到头来都是自我感动。你无法改变人心中的恶意。不管你说的这些，因为他是个笨蛋，笨蛋不会放弃。他改变了我，改变了许多人，今后他还会去改变更多的人，我想见证那一天的到来，所以我们不会止步于此。不可能实现，我的世界从来都不美好。才不是，也爱他们所爱的一切。
剑连接着我们，他会烧进漆黑的天空，让光照向更远的地方。这就是我和大家的回家的路。I thought I